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村人小李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新上市的一款猛龙手持船杆。猛龙整体调性28偏37调，是属于比较仙调子的特性。杆尾采龙凤尾设计，杆仙的部分采用高感度的实心碳尾，喷涂白底，增加木饰性。全杆采两节并系式设计，插节处有做参考对应的贴心设计，方便涂装。本体外观涂装采用高雅轮动橘，腰身搭配45度交叉碳带编织强化。直柄轮座采用路亚杆式卷座，结合泡棉 EVA， 让手持握感更舒服，还能有效提升减震效果。枪柄轮座采用新型全握式可拆枪柄座，这种枪柄的特色是它能完全将讯息传动掌握于手掌之中，让卷线器更稳定的控制，大幅降低坐吊时所产生的不稳定晃动感。令人兴奋的是，我们每一把钓竿都附赠左手右手的握把各一，能配合各位钓友的惯性，左手持竿或是右手持竿，惯用握把可以自行更换，操作简单。导环的部分，直柄搭载富士 KT 配 KL 系列导环，枪柄搭载富士 KT 配 KW 系列导环。接着再来看看不同互动时杆身所呈现的状态。最后这边跟大家分享它的适用性。652系列主要以手持船钓小高杆、天涯钓法、一支钓为主。那752主要是船钓、敲底、波缆等钓法。喜爱近海船钓的朋友们，不妨可以感受一下猛龙手持船杆的高 CP 值。我是村人小李，下次见，拜拜。